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奇怪。今天我们要来讲，就是说，一般我们盲盒啊，跟那个公仔啊，收藏那么多啊，然后到底都要收藏放在什么地方？然后有很多那个网友，他都是定制那个亚克力盒，然后用透明的方式，然后去做展示，这也非常的好看。但是我本身自己的话啊，对原厂的东西有一点点的执着。所以说啊，我在泡泡玛特还没有盒子之前，或是还没有注意到之前的话，我都是买 GoTo 这个厂牌的盒子去装，然后它的盒子啊也比较大，然后所以说它就可以装比较多只公仔，然后后来不小心发现了原厂啊那个泡泡玛特啊，原来它也有出盒子，所以说我有收藏了它蛮多系列各个颜色的盒子，粉红色啊、黄色啊、白色啊、黑色之类的。然后啊，近期啊比较新的啊，就是像这一组啊，那个睡兔王，睡兔王这一组啊，它是红色的。然后背面的话有印了我还蛮喜欢的 Moni， 所以这一组的盒子啊，当然就是我必买的一个盒子。然后原厂的盒子啊，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他们可以串接。那串接每一层的话，他们就这边上面哦，都会有灯光会亮起来，然后中间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，灯光就可以亮起来跟关闭。这也是原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这一组睡兔王啊，左右两侧啊，还有分别印了新年快乐的图案。哦，然后这边没有，哦，是在这个地方，哦，然后左右两侧用米白色的，哦，然后上下两侧用红色的，然后原厂的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说，它最多啊串联五个，但是到第五个时候最上面那一层的话就会比较暗，所以说我会建议，如果说想要颜色一致的朋友，哦，你可以买比较亮色系的盒子。因为比较亮色系的盒子的话，因为它的里面的 LED 灯是白色的，就是亮色系的盒子，像是黄色、白色，它看起来的话，整体哦，你的公仔放在里面啊也会比较亮。但是如果说比较偏向于黑色系，它整体拍起来的话会明显暗很多。然后这一组也是我很喜欢的。然后接下来我然后说的还蛮多次的，好，然后现在最新的一个也是我刚收到的一个盒子，就是这一款。这款它叫做LUMINOUS Display， 什么玩意儿？这个系列的盒子啊，也是我最近刚收到的。然后现在啊，博昌啊，好像也有在做预购的样子。然后打开啊，开箱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这也是这几天的我才刚收到。然后它的颜色就是做米白色，空的，是他们。最近啊，最应该比睡兔王还要更新出的颜色。然后这个地方说明书一本，最主要特别的是它有赠送这一点的贴纸，它可以啊让你贴在啊你想要看你想要怎么设计，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邮件标签的那种方式，然后让你贴在任何的地方。然后打开电源看一下，它分别有算下来三层的贴纸，然后就蛮像是我们那种出国旅行箱，然后会贴很多各国的那种入境盖章，然后 OK， 可以把它贴在那个盒子上面，然后它
整体啊的设计啊是做米白色的，所以说啊，如果说你想要亮色系的话，这一款哦的白色灯光啊照下来的话哦，它也不会像是睡兔旺的红色跟黑色款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侏罗纪公园，侏罗纪公园它是墨绿色的，那几款深色系的话，打在灯光下你的公仔啊会比较暗色调，然后这个色系拍起来的话也会比较亮色调，然后影片后面啊我会再补一段，就是说放公仔之后，然后各个颜色，然后拍出来的亮度等等，让各位朋友看看。然后差不多今天的开箱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如果说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哦，啊，对，最后再加码开这个就是上次啊去博昌的那个推盒机啊，然后推了四盒，然后它就会加赠的一个玻璃罩装。一开始我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我把睡兔旺里面的 demo 放进去，然后装上电池之后，然后开起来当小夜灯，是不是非常的有情境？而且它打在你的公仔上面，它的层次感非常的好。如果说喜欢的朋友，也可以去找这个类似可以打灯光的那种罩装，你看看对不对？真的。然后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留言按我想要加一，然后我们就会这个旋转边这几只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库鸭。这几只就会厨房系列哦，厨房系列的大库鸭，好，然后这五只会送给我们下面有订阅、留言、按赞的朋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个啊，就是原厂的盒子，然后它最多可以叠到五层，然后亮度会最高那一层的话会比较暗。然后它是用手控的方式啊，按下去让它做发光，让你们看一下。然后整体看起来的话，暗色调啊的盒子，它在白色 LED 灯光下的确会比较暗一点点。然后，亮色系的，粉色跟橘色啊，看起来也是粉色会比较亮，有一些些落差。然后它跌到第五层的时候啊，如果说实际以我实际画面去看的话，在第五层它的灯光啊，因为电力的关系，所以说它也会比较暗一点点。那是本身电力到最高那一层，说明书上面有写亮度会比较暗。然后要关掉的话，就是用手动的部分按一下它就关闭，按一下打开，所以你要亮哪一层就按哪一个，它都可以用关闭跟打开。我另外一个收藏的 GoTo 啊，它本身是有两种功能，它就是说可以用恒亮的，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用声控的，就是有声音的话它就会亮起来，大概维持40秒左右。然后它的 LED 灯光啊，就是上边、左边跟侧边，然后背板是用透明的，它可以放比较多只那个公仔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一般的话，公仔大概就是有12只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择用原厂的。而如果说用比较多只的话，我就去买了 GoTo 这个，它整体的亮度会比原厂来的更高一点点，然后它的板子夹层，它会给两个夹层，然后让你去放，然后看看说你想要怎么编排。然后像是这四只比较大一点点的公仔的话，我就拿掉中间两层，然后就放在下面，只放一层而已，给你们参考建议看看。然后它最多也是可以叠到
五成，但它亮度就比较不会衰减。但是它是没有按键去关的，它就是声控感应，然后加全亮，它不能单独一个去开，这是它比较小的一个缺点。好，谢谢。然后这个是 Go To 啊，它叠三层的效果，它叠到三层的话，到最下面那一层跟最上面那一层，它的亮度啊几乎是不会改变的。然后我有试过叠到五层，就非常的高，但是亮度也是没什么变动啊，只是说真的很高而已。